女人对男人就三个需求：有钱、性能力，还有忠诚。女人为什么痛苦？什么都想要，既要也要，还要更要。但是这个世界上不可能给你更多。有钱、有性能力不忠诚，有钱、忠诚没有性能力，有性能力忠诚没钱。聪明的人得一而欢，不聪明的人失一而欲，对吧？还有更多人什么都有不行，他最好还要温柔体贴，他最好还要听话，他最好还要陪伴。送你一个字儿，滚。所以我跟大家讲，我为什么特别喜欢林徽因，我觉得人间清醒，我要什么我非常知道。你若拥我入怀，疼我入骨，护我周全，我愿意蒙上双眼，不去分辨你是人是鬼，你对我真心或假意，我心如明镜，我只为我的喜欢装傻一程。我与春风皆过客，你携秋水揽星河，三生有幸认识你，纵是悲凉也是情。